欢迎回来，现在在我们的展示台上出现的是六块手表。如果观众你想竞拍的话，赶紧快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123456789987965431来竞拍啊！拍的最高的价，我们将会把这个其他五块手表全部送给你。赶紧打电话123456789985431。看到我们的镜头前出现的六块手表，是待会儿呢？刚才我只是开了一个玩笑，待会我们会让六位 model 为自己选一块手表戴上。那么在选之前，我们要特别感谢这个手表的提供商，来自 Cool Watch Juliana 为我们提供的这个手表，来自 Cool Watch。好，六位选手往前走2-3步啊，看看大家腿都很长，看走几步能够到。应该能够看到手表啊，稍微往前倾一下，这个也是为了照顾很多男性观众啊，我设计这个环节让所有女孩往前倾一下啊，明白我的意思就好，各位要注意 protect yourself， alright。 好，这个时候呢，大家有个权利是选择一块手表给自己佩戴上，如果两个想抢一块手表也没关系啊，待会会就是你们再就选择那一块手表就好了，如果大家正好能够分16块的话是最好的，看看前面的手表选一块觉得最适合自己的给自己戴上。这一块有没有？好，赶紧把我们的手表戴上。选好之后，把手表做一个展示手表的动作，对向我们的摄像机，让观众看一下各位的选择。我们在问到大众评审意见之前呢，从6号开始，这一款是不是你最想选的，还是你本来有最佳选择，后来被别人抢了，捷足先登了？首先我比较想选一款黑的，因为我觉得比较适合我今天的衣服，黑白配。黑的在哪？1号选手哪儿啊？好好，所以你本来第一选择是那块黑的，对不对？这是你的第二选择吗？还是说这都不是，这是你的第六选择？第六选择吧。第二选择我可能会选择那款白色的，跟黑色一样款白色。没有哎，你眼花了，那款和你这款是一样的。就是我这个，只是颜色不一样而已。好的，那5号这一款是不是你的第一选择？嗯，我想是的。你想是的，为什么？首先我比较喜欢上面的亮片。好的，我们待会儿来看一下这个各位大众评审有什么样的意见。这位4号选手，这一款是你的第一选择吗？我觉得还近看还蛮好看的。你本来想选哪款？本来比较想选隔壁那一款。隔壁那一款，你们俩不一样的吗？这一款？哦，颜色不一样，所以颜色大家也是挑的。3号选手，这一款是不是你的第一选择？这款是我的第一选择，因为我的衣服比较简单，然后不太适合 bling bling 的东西，这一款很简单。问到现在你是最满意的啊。好，2号选手，这一款是不是你的第一选择？来，其实不是，但是所以你要选择哪一块？但是我觉得还蛮适合我的。你本来是想选哪一块？我就是这一块是最后一块，所以我只能选这一块。可是你开始想选哪块？如果你有机会去挑第一挑的话，你本来想选哪块？可能还是这一块吧。还是这一块啊？你又调回来，你是不是也想抢1号那一块？大家都看中他那块。1号选手，这一块是不是你最想选的？嗯，是的。好的，你就正好选择了这一块。好，我们把这个话筒的权利交还给我们的这个大众评审，我们来看看大众评审对于六位女孩的选择你们有什么样的意见呢？我们从第二排开始 ，Jerry 开始好不好？我依旧朦胧的眼神告诉我，那哪个朦胧的手表是最闪烁的？在我朦胧的眼神里，4号貌似是最好看的，然后6号好像是最不好看的。那你要买一块新的送给他啊，因为这个可能和他服装搭配的不太好，但是这个手表都很漂亮啊。好，我们再看你旁边这一位。在这众多的漂亮，你要选，如果你要选择两位女孩换一下手表的话，你会选择哪两位换？的话，我要选1号跟6号吧。1号跟6号换一下，换一下手表，两位走到那边和他换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会不会不一样。不是，你是只是为了照顾6号选手好看，还是说其实换一下之后你觉得1号戴这个手表它也很美？因为刚好黑白配，所以你没有管1号。1号你不要理这位评委啊。好，下一位来，赶紧告诉我。我觉得我最喜欢3号的。最喜欢3号的选择，3号也最喜欢他的手表。好的，谢谢你。前面的评委老师，容颜先吧，你觉得谁会最漂亮？我觉得6号吧，换完手表之后。换完之前谁是最好的？换完之前1号吧，我觉得因为这款手表。容颜，你爱的是表。
啊，你爱的是不是他能把整个，特别是穿黑色的裙子，然后他能把整个人都气质都就弄得比较时尚。荣评委，你为什么点评选手说要看在旁边，不看评委，不看那个选手呢？因为选手太美了哈，他惊艳到你。好，旁边这位，旁边这位。我觉得，六号也是换完之后最比较搭配。所以这块手表其实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哈。我们看一下中间那位男评委。如果再让你换一组，你会选择哪两个人换？我选择六号和一号再换回来。你要换回去，所以你太 care 一号了，是不是？这个时候你是觉得手表和他很配，还是你觉得这位女孩应该得到那块手表？没有没有，我首先是我又 care 这部手表，又 care 这两位女孩，因为其实黑白配的话，如果配的太多的话，那就像我们的四川国宝了。有点像熊猫了，对不对？你是四川的呀？不是，我是河南的啊。所以我给你攀亲戚，稍微承认一下。好，承认承认。好好。所以呢，然后黑色那块表呢，就是说在选美这种选 model 的比较稳，因为黑是永远的 fashion， 所以我觉得冷色系比较稳妥一点。所以我觉得。对，你们应该很聪明，说把这块手表送给我，因为我今天也是黑白配啊，都没人来。Do something for me。 好，谢谢所有的评审老师，我们谢谢所有的选手，那我们把这个手表保存好，我们在接下环节当中将会有更多时间为大家展示在他们的手上的首饰。好，手上的手表和身上的首饰，珠光宝气，我们广告之后精彩继续。